啲大條大條啲嘅咧，唔係好食，實啲啫，啲肉唔啱唔到，骨皮冇咁硬，好食啲魚絲、冬菇絲、葱白絲、紅辣椒絲、番茄絲，正到有呢個辣椒仔、水酸梅，幫呢個鹹菜。炒煮蒸鱼的时候呢，只是用清水，味道很清淡，但是师傅用上糖的味道呢，的确是更浓郁。虽然鱼头很大只，但蒸出来的肉质很滑，从平时蒸鱼都没有准确的计算时间，所以有时候会过火了。